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来收看第七讲制造产能规划。在本讲次当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北科技大学车振华教授一同来参与本讲次的说明。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来参与这次制造产能规划课程的介绍。好，那本讲次的单元目标如下：一、阐述制造产能规划的定义；二、探讨制造产能衡量的方式；三、说明影响有效产能的一个因素；四、解释制造产能规划的步骤；五、说明制造产能规划方案的评估方法；六、了解制造或外包的考虑因素。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制造产能规划的一个定义。制造产能规划是属于企业长期策略性的规划，此规划的结果也决定了企业的最大产出数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产能天花板。所以制造产能规划将会深远地影响企业满足市场需求的一个能力，因此企业必须要深入地分析未来市场长期性的一个需求一个波动，来洞悉产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产品技术创新的发展、未来新竞争者的威胁与替代品的一个出现。综合上述考量之后，我们来建立长期市场需求预测，企业就可以依据此预测的结果进行制造产能需求规划。若高估长期市场需求，这将会导致公司产能过剩，使得机器设备的稼动率因此降低，产能利用率过低的时候，将可能会导致公司的亏损。若产能不足时，企业则会丧失产品销售与提高市场市占率的一个机会。此外，产能规划一旦决定之后，在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那综合上述我们一个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到制造产能规划对于企业的一个重要性。一、制造产能规划的结果将会决定企业满足未来产品或服务需求的一个能力。例如在2021年的时候，车用晶片严重短缺，使得企业世界主要车厂纷纷调降新车的生产数量。由于晶片厂的设置需要耗费3年的时间才能开始量产，所以汽车的产量的一个短缺的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的解决。二、制造产能数量的大小决定设备投入的成本。整体而言，如果产能越高的规划方案，通常生产线自动化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它必须要采用的是专用型的设备，必须投入较高的成本。反之，若产能较小的规划方案，则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较低，且采用通用型设备，所以投入的设备成本也比较低。例如过去8寸的晶圆厂自动化程度比较低，所需的人力远高于现今12寸的晶圆厂。三、制造产能规划决策决定了损益平衡点的数量。若是新建小厂，其固定设备投资成本较低，单位变动成本较高。反之，若是新建大厂，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设备成本，但生产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较低。因为要回收这些固定设备成本，所以若企业采用较高生产数量的制造产能规划方案，其损益平衡点的生产数量也比较高。第四，制造产能规划决策为企业长期资源配置的一个决策。由于新建厂房或新增新的生产线，需要投入较长的时间
才能正式上线生产，因此产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变更。所以制造产能规划方案的一个评选是属于长期企业资源配置的一个决策。五，制造产能规划决策会影响到企业长期的竞争力。由于不同的制造产能规划方案有不同的单位生产成本与最大的生产数量，因此该决策会决定企业未来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与企业获利。六，全球化与短链革命使得制造产能决策变得更加的复杂。为满足全球化市场的一个需求与在地化生产的趋势，造就今日分散式供应链的模式的建立，这将使得产能决策变得更加的复杂。那制造产能决策它是属于重大的投资计划，扩增产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对于企业的一个财务面而言，制造产能规划所产生的财务风险我们就必须要审慎以对。接下来我们来看是制造产能衡量的方式。制造产能衡量的方式有三种，分别为设计产能、有效产能与实际产出。接下来我们来分别说明这三样产能的衡量方式。一、设计产能，此为生产制造系统在最完美的状况之下所能达成的最大产出数量，也就是产能的天花板。二、有效产能，应考虑到生产线的换线、生产排程、机器的维修与保养、员工的休息时间等实际限制因素之后所能达成的最大产出数量。三、实际的产出，此为实际真正的产出数量。由于设计产能为产能的天花板，因此有效产能是无法超过设计产能。同时由于种种的限制因素，所以实际产出是无法超过有效产能。所谓产能利用率，即为实际产出量与设计产能的一个比率。那同学可以看一下课本的公式五之一。那效率呢，则为实际产出数量与有效产能的比率，如公式五之二所示。如果效率越高，则表示缓冲产能较小，如有紧急插单，就无法及时排入生产线。若从生产资源使用是否有充分运用的角度而言，应该从产能利用率来解释，因为若一家公司的效率很高，仅表示其实际产出接近有效产能，但是有可能其设计产能与有效产能之间会存在一个显著性的落差，导致产能利用率不高，所以管理者应该要致力于提高产能利用率。接下来我们请车振华老师来讲授产能衡量绩效评估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那我们来以例题来介绍产能规划的一个应用。例题一，A 晶圆制造商与 B 晶圆制造商，其生产线的设计产能分别为每月生产800,000片累晶片与100,000片累晶片，有效产能分别为每月生产500,000片累晶片与900,000片累晶片，实际产出则分别为月生产400,000片累晶片与800,000片累晶片，请依据上述资讯计算 A 晶圆制造商与 B 晶圆制造商的产能利用率与效率，是比较两家晶圆制造商的绩效。
针对绩效较差的晶圆厂，若要提升产能利用率，需从何处着手？从这边我们将数据带入效率与产能利用率刚刚介绍的公式，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A 晶圆制造商与 B 晶圆制造商的效率分别为 0.8 与 0.89， 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0.5 与 0.8。 从此分析数据可知， B 晶圆制造商的绩效明显优于 A 晶圆制造商，若 A 晶圆制造商要改善其绩效，必须先提高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必须提高有效产能。若 A 晶圆制造商有效产能提高了，那则实际产出才有机会增加，进而改善产能利用率。由上述案例可知，如何提高有效产能是相当重要的议题。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影响有效制造产能的因素。为提升有效产能，以改善产能利用率，因此制造经理必须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有效产能，才能改善产能利用率。影响有效产能的因素如下：一、设施位置与布置因素。良好的设施位置为就近供应商，那形成产业的聚落，以减少供应链系统因长距离运输导致缺料问题发生，使得有效产能降低。例如半导体产业在台湾形成上游、中游与下游完整的供应链，同时设施地点的供电、供水是否稳定，也会影响有效产能。此外，工厂的设施布置的动线是否常出现交叉与逆回，这也会导致有效产能的降低。若能建置自动化输送带或自动化搬运设施，将可提高有效产能。二、产品设计因素。当产品设计较为复杂，将导致生产程序增加，且生产时间变长，或产品设计的品质标准设定较高时，使得加工难度会变高。那不良品的数量增加，导致有效产能降低。由此可知，若生产系统的产出一致性越高，或导入设计配合制造，则有效产能就能够提高。三、制程与设备因素。若企业采购高度自动化设备，则有效产能就能提高。反之，若采用低度自动化设备，使用大量劳工，则生产效率低落。因此，制程与设备的选择格外重要。四、员工的技术水准。若是属于劳力密集的产业，那员工的工作熟练度与技术水准就会影响产出数量。假设公司最近人员流动率攀升，则企业聘任新进员工以补足劳动力不足。然而新进员工因技术不够纯熟，将会导致有效产能的降低。五、作业因素。该因素包括生产排程、采购原料、品质检验等。这些作业因素会直接影响生产线是否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制造产能。例如，不当的生产排程将导致产能、机器设备的闲置时间增加，或者品质检验程序过于冗长，降低有效产能。六、法令与工会的因素。由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规会限制有效产能，例如高污染行业会排放废水或废气，若提高有效产能，将有可能使得污染物超过法令标准。在工会因素方面，
有时工会会限制每周或每日的工作时间，此也会降低有效产能。接着我们来介绍制造产能规划的步骤。当企业要进行制造产能规划时，可依据下列六个步骤进行。一、估计未来的制造产能需求。企业主管可以依据长期的需求预测，预估未来企业对制造产能的需求量。二、分析未来制造产能不足的数量，了解公司现有制造产能与未来企业对制造产能的长期需求量，以预估未来制造产能不足的数量。三、发展数个制造产能方案，管理者可依据不同的生产规模大小来发展数个制造产能方案。四、评估制造产能方案，不同制造产能方案有不同的固定成本与单位变动成本，以财务的观点，透过损益两平分析，协助管理者评估不同制造产能方案之损益平衡的生产数量。五、选择最佳的制造产能方案并执行，依据损益两平分析的结果，选择最合适的制造产能方案并执行。六、检视制造产能方案执行的成效。最后，管理者需检视制造产能方案执行的成效，并适时修正。在发展产能方案时，应考虑下列其他的因素：一、保留未来制造产能扩充的弹性。由于制造产能决策是属于长期性重要的决策，不易改变，因此若将弹性考量在系统之中，以因应未来市场扩张时可以新增产能，例如火力发电厂可以预留发电机组与天然气槽之扩充的空间，以因应未来电力需求增加时能够扩充发电产能，以满足台湾电力之需求。晶片制造厂可以预留黄光区光刻机设备所需的空间，以因应未来快速成长的晶片需求。二、产品在市场上的生命周期阶段。在产品导入阶段，企业最好能借由现有的设施与设备进行生产，或是采购小量生产之设备，以避免高额设备投资所带来的财务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的风险。假设该产品生命周期属于成长阶段，此时企业为提高市场占有率或获利能力的时候，因此在制造产能规划上是以制造产能领先现金需求为主。若是产品在成熟的阶段，市场趋于稳定，以满足现金市场需求为主，不宜贸然大幅扩增产出的水准，除非能确保未来市场能够蓬勃发展。例如，成熟制程的制造产能就是先确保有客户长期的订单，才进行新增产能的增加。三、在产品进入到衰退的阶段，则必须将多余的产能转而生产其他产品。四、以整个系统的观点来规划制造产能。在规划制造产能时，必须考虑整个生产系统中每个子系统的制造产能。不平衡的生产系统会产生瓶颈作业，例如自助餐提供多位顾客同时选取餐点，然而结账柜台只有一人时，即产生瓶颈作业，导致有效产能受到限制，且顾客等待时间过长。五、多余产能的处理。
通常制造产能的增加并非是渐进式的增加，因此当制造产能规划方案显著的领先需求时，必须思考如何处理多余的制造产能。例如因应未来三年的市场需求，需增加一条生产线，该生产线让公司一年的生产数量增加1200单位，多余的400单位产能应该如何处理，这是公司主管应思考并提出具体的因应对策。六、确认最佳的产出水准。不同生产规模会导致不同的单位生产成本，如图5:1所示。小型规模的制造产能方案最容易达成最低单位成本之最佳产出水准，反之大型规模的制造产能方案需达到最大的产出水准才能达成最低单位生产成本，此即为规模经济。若产出水准远高于或远低于最佳产出水准，则会出现规模不经济。不同的生产规模导致不同的单位生产成本。若是大型规模制造产能规划方案，应要投入高度自动化设备，所以固定设备投资金额会较高，所以必须较多的生产数量才能达到规模经济。反之，若是小规模的制造产能规划的方案，自动化设备投入金额较低，所以以最少的产出数量就可以达成规模经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制造产能规划方案的评估方法。制造产能规划方案的评估方法包括损益两平分析方法、决策理论、工程经济分析方法等。本节将介绍损益两平分析方法，来评估不同的制造产能规划方案。损益两平分析方法在运用前必须满足该模型之使用的基本假设条件。那说明如下：一、该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二、固定成本不会因生产数量而改变；三、变动成本与生产数量呈现线性关系；四、每单位产品的售价是固定的；五、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不会发生滞销的状况。损益两平分析方法为分析不同制造产能规划方案之固定成本与每单位变动成本，计算损益两平衡点。那分析在不同的产出数量下的损益或收益的情况，如图5:2所示。由此图可知，若生产数量低于损益两平衡点，则会造成损失；反之，若生产数量高于损益两平衡点，则会产生利润。因此，所谓的损益两平衡点，即是不赚也不赔，即总收益会等于总成本，如公式5:3所示。然后便可运用此等式计算损益两平衡点，如公式5:3、5:4、5:5所示。若管理者要分析特定的利润下的一个产出数量，则可利用公式5:6。那我们刚才策老师讲说有关于公式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因应物联网设备市场需求的快速的增加，公司扩增一条生产线，其固定成本为8000万，每单位变动成本为10000元，该物联网设备每单位的售价为50000元。那我们就可以根据上述的资讯来计算该生产线的损益平衡点。二、若该制造商要获利利润500万元，则需生产多少台的物联网设备？那我们来计算一下，就是损益平衡点。
好，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固定成本为8000万，然后除以它的售价减掉变动成本，那我们可以计算出说我们的损益平衡点的数量是2000台的物联网设备。那接下来呢，第二题我们是要求算的是，如果要获得固定的利润500万，那我们需要生产多少的数量。那从这个公司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它的利润就把它放在是分子的部分，也就是固定成本加利润除以它的售价减掉了它的变动成本。那经由这个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说它的一个生产的数量要达到2125台的物联网设备，就可以去获得这个500万的一个利润。借由上述说明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整个生产线要自制，或者是说我们不要这个生产线要外包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当制造产能规划工作当中，有时候也需要考量将制造产能的一个需求转为外包给其他厂商来进行生产。那到底要自制或者是要外包的考虑因素如下：一、产能充足与否。当一家企业的可用产能不足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利用外包的方式来补足短期产能不足的情况。例如美商 Intel 公司，当晶圆厂产能不足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外包给台积电或者韩国的三星进行生产。二、关键技术与专利。如果一家企业没有关键技术的一个生产，或没有专利授权，则需要外包给其他有此关键技术或专利的公司来进行生产。三、品质。因企业必须专注在自己本身的价值链，以创造附加价值。若企业资源有限，所以无法投入企业各项研发资源改善某零组件的品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将零组件生产委外，由其他的企业代为生产。四、需求数量与持续性。如果产品的需求数量是持续性的高需求，则公司通常会考虑自行制造。若是未来的市场需求数量不高，或是市场需求变动较大，则建议企业将此产能需求考虑外包给其他公司来进行生产。五、营运成本。在制造或外购的考虑因素当中，成本是相当重要的考量因素。若某零组件的自制成本较高，或是无法达到损益平衡点的数量，则企业主管就需要考量是否将零组件的一个需求转为外购，以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六、风险。当企业决定将部分作业进行外包，则必须评估各项的风险。例如，向外采购需承担零组件外包的生产品质或交货的及时性与正确性的风险。本讲次到此结束，谢谢车振华老师的参与。